就是要死掉，并且要流出血。阿门。另外一只则是要浸在这血里面，浸在这个血还有朱红色线、香柏木以及这个牛膝草里面，最后要被放出来，要飞走。这就预表这个死掉的鸟是这个，这个未来在之后新约里面死掉的那位耶稣。Amen。 而这个复活，不是复活，这个飞走的鸟呢，就预表这个复活的耶稣。Amen。 所以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新约里面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那样的，不晓得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感觉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讨厌自己啊。真是讨厌自己的一些行为，讨厌自己的一些天然的能力，讨厌自己里面罪的个性。这罪的个性并不是说，这罪的个性还是来自这个亚当，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。那我们这是要感谢主，这个耶稣在新约的一开始，他乃是末后的亚当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为了他的子民，而这样子钉在十字架上。牺牲奉献，就是希望将我们的罪洗净，将我们这本来罪的根性里面麻风的这个性情，能够洗除。所以刚刚听到那个一位姊妹她这样的分享，真是欢喜快乐。相信我们有这么一刻，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哦，哈利路亚，真是喜欢这样的自己，真是感谢这样的自己，不是像我刚刚说的好讨厌自己。那这个过程又必须说到这个，我们是要先受浸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受浸的时候，好像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教我们医治的，使我们里面的罪障痊愈。但其实这样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被对付。这是在我们受浸之后的这样的过程，这对付的过程需要我们与神连接，与神要有合作，不再只是神单方面的希望你归进他的食谱里面，不再只是这样 单方面的这样 的一个侍奉，而是要这个沟通要有连接的桥梁。感谢主，这主耶稣就成了那沟通的桥梁。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神阿爸父，让我们每周，我们今天礼拜日，我们刚刚是不是一直呼喊这个？哦，阿爸父，哦，阿爸父，哦，阿爸父。那主耶稣就这样成了这样的桥梁，使我们与我们的父，这样直接的连接。各位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呢，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要成为一个喜欢自己的人，喜欢天然的个性啊，是要喜欢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那个彰显，不同的生命，那个被变化过的性情。阿门。末后的亚当，主耶稣，阿门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阿门，活在你我中间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